奶酪芝士蛋糕预拌粉，它这一盒的话是660克，里面有六袋啊，每一袋的话是110克，里面有六袋，拿出来一袋吧，放一个碗，然后给它剪开，倒到碗里面，碗里面磕两个鸡蛋，然后是放食用油，然后放点水，然后给它搅拌。然后搅拌成这样的糊状就行啊。嗯，现在就闻有一种浓浓的奶酪味儿。上模具，倒进去。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烤箱里面烤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。现在烤我再讲那个烤箱，尝一个草莓，好甜。尝一下这个奶酪蛋糕，哇，好松软呀，它这里面有酸奶味，它就是酸奶芝士蛋糕，配上这个草莓酱真好吃。这比在外面买的那个蛋糕还要吃。